兵是偷偷的啊，我就挖羊鱼，挖羊鱼挖的了，就是老兵。Hello， 这是封交，然后再也没得问题。你这封交在说的人对，是了哇，专门这个羊鱼有脑壳没得，我窝边在有脑壳没得。喂，大哥家偷到快点，今天这个龙胆鸟，快点，这个有脑壳的，不至于喂不过了。对的。嗯，哎呦，今天这羊肉还可以嘞，没枉费你挑那么多粪。哪里呀？啊，能多点吗？能不能哪点呀？刚刚和工们回来了，在那边尝下新羊肉哈。哦，挣得多，挣不到。你看够起了的呀？其他在那长好吧？你好多三只黑小狗叫个。走，我要去挤羊肉饭了。羊肉在羊肉饭走。啊，走。你要来洗羊羊吗？妈妈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来嘛，把这个皮给它脱掉就可以了。这个皮。你剥的白吧？你剥的白呀，你剥的挺干净的，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啊，两个都放在啊，你都要放进去啊。看，终于洗完了，这一盆刚刚好。那就够起了。走，这样把这老脚塞了。嗯。羊肉是不是？人家你们挖羊肉的。啊。对，还有单了哈。我说工们回来了，我拿点羊肉来，咱们尝下新。尝小脚味儿了嘞。大脚拿来，你们去尝尝。就是个那个苦饭，有点小锅味儿。大炮，跟我走了呗。哦，你们过来去自己放票。啊。坐这个。放哪儿了？把壳收起哈。收起啊。咦，噎到了。三五啊，喝羊肉汤。你别上应该一个。下羊肉。放点盐吧。也是倒了哈，它的嗯，很有闻的腐味了，回来看不着？我看不着，哪不得腐？你喊我哟。看嘛，我喊你看嘛，不先看嘛。你不走，你喊我是的。嗯，还是香啊。还是蛮的香味儿哈。我们椒盐不能够放，一起来吃饭了。好，涛涛准备吃饭嘞。对对。你们要吃羊肉饭，你都可以尝哈。哎，你们只有玩，然后你们要吃的都可以来吃。来，妹妹。来，不用谢。啊，你没有筷子呀？那咋办？好好。做点羊肉汤。还有点羊肉味。你要喂？你要加点羊肉。啊，他们羊肉都一样。来，妹妹，我等于再加点羊肉。我点了点，我把那几个羊。干一看你，他这皮好意思不？你再吃点嘛，你下个月还有完是吧？你要几位？真的，你想几位？几位回来洗碗，真的香还是不足了，你跟俺闻的那个香。吃饱了，走完。今天质量还是有点高。嗯，送到这些小朋友活到这些东西哈，真的太有感觉了，这种抢一抢几的洗成香，真的。